我懂香港，再次来欢迎。 来欢迎，就是咱全台观众首的发源地哦，咱全台观众首的发源地，伊就是咱新增地藏庵，咱新增地藏庵吼，即摆现主持咩参加，伊就咱中江厝，咱中江厝吼，咱观众首准备咩莲花堂，再次来欢迎。 伊当呢，我们鼎富工程董事长蒲洪志蒲董事长，伊当呢，我们鼎富工程董事洪伟董事，率领着呢专队技术人员，在中央着呢，咱新增地藏庵，咱文武大将爷，伊当呢，咱地藏菩萨秀卡莅临。 来邀请着呢，咱所有同事以及呢，咱所有技术人员，手持圣像，恭敬坐像，仰圣卡，全体向三上香礼，一上香拜。在此来恭迎着呢，咱新增地藏庵文武大将爷，以及呢，咱地藏菩萨圣卡莅临，再上香礼拜。 也恭祝着呢，咱文武大将爷，四处驾驶你，圣诞陈秋馆哦，敬祝廖俊平安，三上香礼拜。也恭喜庇佑，庇佑着呢，咱全体龙华之士，南桥八号，六十七祥，欢喜光彩，也运行动，有着全体同事，恭祝坐像，再迎三上香礼，初上香拜。
最快三代用些红烟来我们吉祥哦，再请感谢亚裔的你啊，我们执行长跟叔叔姐来分享前烟。